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他为女人。既然如此，夫妻不再是两个人，乃是一体的了。首先呢，好想再次多谢各位亲戚朋友来到今日啦。咁头先刘姑娘都讲啦，即系由上年十月到今年三月再到今日啦，咁就好多嘅感受啦。咁首先我好想多谢我嘅屋企人，好多谢爹哋妈咪咧，一直即系用上帝嘅爱同埋价值观去教我哋。我都希望可以同 Chris 建立一个即系以上帝为首嘅屋企。好多谢你哋。很多人都说 Ferron 是一个很开心和很简单的人，是因为我爹哋妈咪给了一个很好的家庭，我给了一个很好的成长环境，我所以我真的很感恩。乖的，乖女人的，乖女人的，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，很开心。即係我覺得我嘅屋企同佢嘅屋企嘅 style 係好唔同嘅。即係如果佢屋企係一個好陽光嘅屋企，我嘅屋企可能係就係比較靜靜雞，即係都係一個充滿愛嘅屋企。但係大家都唔會好擺喺嘴邊或者係好展露出嚟啦。但係其實我都知道。咁即系我觉得佢哋系个 style 系唔同啦，但系其实都系一啲爱嘅表现啦。咁所以都好多谢佢哋嘅。系啦，咁我谂认识 Ferron 嘅人都知道佢系好眼前嘅，咁但系。有一件事我估不到，就是我今早在接新娘的时候，竟然我自己会早过去，自己就喊了。你是我的地窗，我走这一路，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是啦，咁因为有个歌词就是 You are the sunshine of my life。我覺得你都是 sunshine of 很多人的 life。應該是我先喊的，所以都很多謝你俾個成日都陰天的人可以有啲陽光。之路，你爱，你守，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咁啊，我最后好想多谢龙上清啦。咁因为曾经分隔异地啦，曾经分开过，所以我好珍惜我哋一齐嘅时间，因为我哋好唔同啦，所以。你豐富了我的生命啦，咁我都好希望可以繼續陪伴住你啦，繼續陪伴住每一個喺我生命裏邊出現過、留過痕跡嘅各位。龍上清弟兄，你係咪願意娶謝允婷姊妹作為你合法嘅妻子？我願意。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，以后呢就要同你一起一步一步的吗走下去啦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。我龙上清在神和众人面前立约，愿意娶你谢允婷为我的妻子，
承诺一生忠于所誓，尽心尽力爱护你。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。我谢婉婷在上帝和众人面前与你立约，我愿意嫁你龙上清为我的丈夫，承诺忠于所誓，尽心尽力爱护你，尊重顺服你，同心建立以上帝为首的家庭，无论富贵贫穷，顺境逆境，我对你的爱都不会改变，谨此立誓。